来到山中大德里的里办公室，会发现伊就伫一间商务旅馆的内面。原来这间有40年历史的商务旅馆，是里长陈树英的爸爸开的。即马传到第三代，里长阿母才会使放心来服务里面。油膏的小花园，柜台边啊壁上充满外国风情的壁饰。这间已经有40年历史的商务旅馆，伫过去是相当时髦，佮受到商务人士佮观光客佮意。以前客人都是那个南部起来的，有的是那个洽商上哈来这边那个出差的，对，出差这样。现在有的很多是来玩的，每次那个逢年过节都会上来玩。这因为我台北桥附近阁有三和夜市，以前有真侪商务旅馆。但是因为时代改变，富群旅馆一间又一间收起来啊，已经剩无几间啊。那时候生意很好啊，时机很好啊。那现在时机很差了，有差一点差，对啊。那你们怎么样就是维持？因为就是维持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啊，自己的比较可以维持那么久，不是租的啊。哎，对啊。无想一个华丽的装潢，看起来清气舒适的房间，有怀旧佮复古的风味，是一般新型旅馆感受袂到的风情。而且20年来坚持无起价，嘛是回馈老顾客一点心意。记者新庄林金如三重采访报道。